好，我们来先做乌龟啊。做乌龟啊。做乌龟，太简单了。老师，这乌龟可以花多少？乌龟才半个小时就教完，十分钟就教完了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，然后你要先做这个，先做两个。我知道还了，好，你们先去讨论。啊，对错我不讲啊。刚刚有看到尸体的话，就还。啊，中间你们从这边绕，绕这边绕，过来也是这样。你得知道好不好？可是他都还边走，边看怎么有票啊？老师都做一声嘛。不要紧，这对你来讲简单的，我慢慢跟你讲。一个看一个嘛，对吧？一上一下卡的，这是一个逻辑观念的，逻辑观念的错误啊！看一个卡一个啦，没有错，就我刚刚讲的，一个卡一个。不要紧，这个足简单嘞，让你做个满意的，哎。可是没看到成品。这个卡啥？有啊，你唔爱。哦，没，你说你会，你讲你会，我都。本来还要做一个足麻烦的作品。好，我等下再来。喂，我要跟你教乌龟，足麻烦的，足麻烦的，我看。不会啊，今天我下个礼拜不来啦。做一看，我等下打视频给你。咱较紧，哎，我直接从视频去抓下来。我你要视频那是做什么？一只猫。猫啊，那就够啊。很复杂的猫。不会啊，不要了。因为你们实力越来越坚强，我不得不去现在找一只。可能有些同学要做两堂课的作业，没关系，你赶紧留着，赶快老师。太简单，你会觉得啊，老师居然不当。现在赶快，就跟老师跟那个。有啊，有个人讲最简单，有个人讲这青菜做嘛，滑稽。这个出帅的，你能出帅的。后来，咱等下来做，他说要上一堂教过的乌龟，有些同学很有兴趣哈。不要。他没有。不要，为什么不要？不我就是要教猫，这个猫太难了啦，猫对。要两堂课，让客气。对，有些三堂课都学不起来。没关系啊，我今天来不来？啊，你来。马吉，你来啊！卖好，卖快，卖快，马上做。你说不对，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。哈哈哈依你的程度，半个小时。啊，其他可能十五分钟，啊，有些人一个小时，我一个小时啊，我要一个半。好，拿两个颜色的球出来，啊，这你要做什么？做乌龟。这是一个逻辑的作品啊，如果你没有这个逻辑的话，以后你在折大型作品的时候，你就会很麻烦。为什么写？老师，什么写？什么写？乌龟小的笔，为什么写？冷线锅干。啊！你估看卖伊个骨卡外口是啥物色，啊骨卡中央是啥物色，吼，啊你就他配合啊。就是找最不喜欢的颜色。对，跟我一样。好，用大姐的哈程度，上面我大部分拢放第一个，啊，你猜无？这是足简单的作品啊。咱两色甲提出来啊。你平常啊，估是啥物色啊？咱你个想看卖，两色是啥物色啊？苗多少？大家拢听有吧？哎，拢听有吧？哦，台语听有无？无啦，我讲其他人。有啦，有啦。啊，听无，我无按故意甲我讲，我是拢故意甲你讲哈。咱甲看，啊，咱这个我这双鞋哈，你莫叫老师提鞋来做哈。我头拄仔有甲你讲，讲你提鞋，你认为有诶鞋啥物鞋哈？啊，提两鞋是讲要来互恁知影讲哈。伊的位置，伊的哈位置，阿拉平啊，哈。好，咱先做这个外壳的部分哈。好，咱先啊，拍完捞差不多一个手掌，估计唔在，差不多十四到十五，好。高温咯，啊！好，来看一下哈。
老头一个手掌甲搁搁上一掌两掌，所以我才到十五吼。好。甲拍起来啊！啊，稍微把老头上温上吼，卖到上温上温上。好，三掌一个环。三菜一个饭啊，到这摆有了有问题无？你若感觉伊哈做无条，你就来拍掉；做无条，哦也走，你就来拍掉。其实啊，伊啊一个饭，伊个头甲拄过来就无条啊。过来。熊耳，双熊耳，双熊耳，差不多一袋半，两只球，甲变成双熊耳，小块一袋半，啊，一袋半哈，我啊，两个熊耳，你哈一只一只在哈，哦，卖想我咧是，两只就加三只来哈。好来，有人讲者，有人安尼做哈，啊有人来，即摆甲你教一个，如何做方法，好无？先走。先点。好来，发来哈，两只都发来了。以前拢是安尼教安尼，即摆袂咯。来，即摆甲你教阿拉办。啊，加五蛋哈，加拉准哈，来看下，手势摇摇哈，压落，这条会从飞过来，就安尼好了，简单嘛，明白，从这条缠绕着飞起来，啊，啊就，哦，有几下方法。一只来来，啊，啊，往慢的，啊，往绕的，三种了啊。听办哈，大姐你听嘛？啊，有啊，有啊，你无啊？你爱看，啊，你爱在做谁？来了，我讲了。来，来哈，来，等下咱先换做。一袋三袋，啊，啊，佫带一个，哈、啊，一袋，啊，两袋，就是一袋上个，啊，两袋上个，三袋，两袋，三袋，连串这个。这个干啊，做几个？做五个，再做四个，再加再装一个装耳，啊，然后做完了五加钱哈，做完了再换。对啊，弄装耳啊，弄装耳，来，换一下。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在装耳的。来，做五个，五加十啊，五赞，五是，做五赞，五赞哈，五是五赞，啊是上二四条，单数的上二四条，卖加些哈，来，来个。三十，哎呀，啊，一条，总共一条就好啊，一条就好啊，一条就好啊，一条，到这，金两三四五三，啊，金两三四四个总额，安尼，啊，搬到这个就散了，啊，单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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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单
你去拿拿来。啊，不是啥。哎，拢当爱活在。啊，那拢无聊的啦吼，啊，这个接缝，这个你走这个。那这个平段就对啊，你家己看这个接缝。那这个平段。后壁，用后壁这个，这个接缝。这个是谁接缝啊？但是等下，影前影前只，等下就无看到我边啊那个其他地方啦，啊。我做爱，爱活在，爱活在，一两三年，都无聊，你袂使吃啊，叫阿婆娘来吃吧。好，啊，金龙三四五，我查出来。金龙三四四个雄耳出来，有无？那到时候听。好。来，跟你讲，这个接缝，我刚才有讲了，往这边。丢丢。这个接缝。来教你一个方法，从那个双雄耳这边外部绕一圈，绕半圈，绕半圈，绕半圈，再往双雄耳的中间靠。哎，他。他屌啊！怎么弄？看你看屌哈，这里有地方啊，地铁哈，我没有听到的。脚下在哪里的？漂亮啊！没有，从外面绕，就绕上去。从外面绕，再绕外面之后再绕，两个熊的中间再靠过来啊。漂亮啊！哎，这边，看来他比较会锁住啊。你到，好，你要啊，你要啊，跳跳，快跳，快跳，快跳，卖跨心地哈，老的卖跨，老路来卖跨心地，啊，进展啊，来，他的努力给他缠绕哈，最好也要绕过熊耳的中间，双熊耳的中间，双熊耳的中间啊，就是要这样，要这样啊。好，我们调整。是吧？今晚在做调整嘛，挺大了。好啊，今晚阿叻就好啊。好来，我们调整一下，看他的啊，咱调整一下哈。再完以后，咱调整一下，顺着阿叻对吧？调整。中头用筋管，啊，用头点啊，慢用点啊。好来，看下。啊，花姐哈，我干些是吧？嗯。我想要做我干些，那我做了哈。我干了你就知呀，啊，干了你就知呀。我来讲哈，一条线哈，一条连线对吧？做鱼的鱼，单边的一条连线，双边没办法。哇，你做老师老大，小学数学都知道，怎么连连看，好不好？双边没办法连到，单边一定可以连到啊，全部的线都可以连到啊。所以我们要做五边啊。等一下，我们不浪费气的话，直接一条线可以到啊，对吧？啊，六边也可以啊，我没有叫你不做六边啊，做六边你要做用两条。啊，来来，快点，哇哇，五一完了，来来，快点走。快点走哈，来快来快快乐。跟你们一个都是双双的，啊，我们当中一个位置。再来其他的四个熊耳，啊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位置。再来，一条。一边边点的点的点，就是对双雄耳只啊，徛了后开始走。第一条的第一点走到啊，第一条点第三点，第三点再念第五点，第五点再念第四点，第四点再念第四点，第四点再念第一点，对轮去完成。看到不？我不是讲较紧啊，再来。先紧，
顶一节，顶一节吼，哦，讲讲啊，头壳，你若听唔白，我头壳我嘛听唔白，哦，袂要紧吼。知哦，恁咧逻辑的问吼，爱想出来吼，咱脑袋迄五粒点吼，五个点爱想出来。好来，第二个吼，如果讲吼，要用无共色的就是，等下你走到边嘞？啊，比较清楚，比较安走吼。但是每条线吼，点甲点中每条线是三个站所组成，三个节哈。三个节所组成的哈，那一条线是三个节所组成的哈，每一条线，啊每一条线，啊每一条线三个节所组成，你可以每一节都一样，啊那你也可以，第一节跟第三节同等长，第二节稍微小，越小一点也可以，啊越小一点，啊这是原则，所以同等长。哦，它每三段拢同款长，嘛它会使第一站甲第三站同款长，中较细，哈、哦。大姐，你听有无？我听，我听。大姐，你咩照书啊？等你照哈，你就看会出来哈、哦。你就往讲明，你行到无哈？往做会较看到无哈？来，安尼，同款。老偌济？老一站，老两个，啊，一个左站跟两站。赶快哈，总算捞差不多公斤的啊，咱嘛是得一磅哦，得下。咱若要磅哦，一定爱捞一股啊。哦，咱若要磅要吃啊，咱爱捞一层哦。咱讲无捞哈，啊，为内底家己压出来，压着。哦，开始。他做安那改，胃老怕，啊，胃老怕开始绕哈。你可以绕一圈，再从中间，再从那总尾中间哈，因为它哈先一点，啊，胃总尾从这条线来拔出来，啊，啊你慢下提半年了，胃总尾就拔出来，再又提，啊，怕你安那弄哈，但是就是爱胃从总尾一点，改绕出来，让它固定，才能安全，那太好了哈。好安尼，哇，好啊哈！到安尼都有啥问题？有啊。啊，每段每段的一段哈，是三站，做组成的哈。来，三站。好，我来这样解释。一跟三节是这样做，中间会比较小一点啊。但是我教的哈是第一节甲第三节较长，总会较侪量哈。三十哈，加六公分。等下总这边，啊，两站四公分，过来三站六公分啊，是吧？开始站下，我甲你纠正一下哈。这个每在解放，它是连一点一种哈，慢点挂的。等下聊天，但是现在看 U V 哦，就做出来，哈。你若加工会连起哦，连两倍，连两倍，啊，每只加工连两倍，哈。好，开始哈，就是来，这就是一条线。一条线，啊，咱就会等起码这条线出来。啊，啊，你知影的哈，悟性较悬的，知影是较做好啊，啊，啊，唔知影哈，照我做。啊，那走，保证我有价啊。来，这条线哈，这第一点到第三点，甲回转就好啊。走，啊，套住就好了，到这边套回来，啊，就可以了哈。再来第二条线，为啥无吗？第二条
大姐，大姐听阿无吼，我就慢慢来去检查者。冰箱嘛，做起来以后，柜子，第三条要做两件，先做两件哈。三个，一个，三个，加一个，两个。哦，你这个吼，每条线三个针吼，你要赶快拢买去。啊，是你啊，第一针、第三针，较长针种吼，哦，较较细条，买去啊。啊，你加一个。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哈。你不要看那，你卖看哈，先卖哈，干掉掉了哈，干乱七八糟哈，干两针再调整哈。哎，做安尼乱七八糟，那有钱夹钱哦。有钱夹你钱嘞。赶快坐五点，到来坐几点嘛？坐三条。Hello。他那表，你不要问我，我只好你讲。这是写逻辑，来，看你咱先抛完，再来讲啊。好，第四条，五第几点？第五点到第五点。第五点到第五点啊。第五条啊，第四条。还没有所有点还没有连完之前，绝对交叉不了啊！好，第五条看嘞，会第四点到第一点结束。啊，结束了后嘞，会咱庄家哈，甲洗过来，甲包掉，好，准嘞，跨掉。好，有问题。二，我们正还没交稳之前，有没有问题？三，家里有问题。二，我告诉你说，他一条不要趴。一条就是一条长的，像五条一样的几，三个结，把三个结做一个，当做一节吧。加油。阿妹，做完了阿妹哈，见总没哈，你看那款，这一堆怎么上的？看你们这样哈。好看没关系，看没关系，调整一下。等下坐的，这个四道，这个哪个四道呀？啊，没找到。老师，你后来这个四道东站到这边。哦，这个是第一道。啊，静霞，我刚怎么讲那个头怎么摆的？你要回来讲啊。好，静霞绕在中间转一圈回来。不是，你把那个五条线先绕好之后，我再教你。最后回归到原点。好。由这边绕好了。好。对。我呢，有教老师。老师要教你，要安怎？要教你安怎？各位。各位。各位。好了。哇，乱七八糟，我看一点都不像，一点都不像啊。像，怎样调整？好，来看哈，木叶酱是有两个看，是吧？木叶酱咱看一下哈，我手甲凸出来的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你不管用哪一条线开始调哈，你叫什么？好，我讲啊，你叫什么？
第一条线哈，这两条线咱卖晒了，来看这条线，它这条这条线。这个正边哈，它这个侧边看到哈，交叉，这个正交叉。你家即嘛那条件在，除了后你若无，啊煞连无地哈，你就拢走了了。啊，我就喊煞单间厝啊，你就歪去啊。反正想办法啦，怎么办？这个过程很难去转回来的啊。过来，这家跟这家弄好对吧？换来这家跟这家赶快。啊，你那现在就烧了了啊！啊，主要跟你建筑那当初你唔认听哈，唔是无跟你讲。来，这里哈，再话位，唔该看对吧？看我呐，调过来。啊。在这里面就好了。来，啊，上这一带，我跳一下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一直拉，你自己想办法啊！再来，啊，这条，再这条，这样子。再来，怎么样？这条爽，再这条。啊，你这样的，你看出来哈，我们跟金杰哈，跟别啊。一天以上了哈，两天的都会跑掉哈。好，完了之后啊，交电子哈，木叶匠跟木叶匠们啊，交给了哈，转换哈。有没有那个调整跟我那个家里面那个十六十二正方体的那题哈，转换哈。那少一个，不能少一个。好。你好，交接然后用好几啊，啊，啊，我给贴出来，你两把酒，注意，阿来是吧？你啊，来，有谁想到一二三四五是吧？一三五二四，一三五二四，来对，有这样到，就把它放在外面嘛。六。来看一下哈，咱每家弄两个嘛，对吧？这是正边的，对吧？还是倒边的，对吧？啊，正边的加这边的倒边的，对哈。对吧？这条条。啊，这条条，好的吧？过来，这这边的啊。一下交接，走。好，这边啊，这里。哈哈哈哈哈。好了，这太黑，那咱下边这边嘛，它就绿色。啊，下边这边绿色，下边这边绿色。你在哪里？哦，你是把球。正常的。这天平它的中间一定会有个洞。因为它不是它那个的中心点材料。啊，这是我所有的做乌龟里面很像最快又很像做乌龟。二三的，几点？你会几啊？二三。好了，他绑完了，他。这样应该没错啊。这样做一天应该是没错。那个画星星一笔画星星的方法对不对？对啊，就画星星啊，等到最后怎么会有一个洞的？不会，中间一个洞是正常的啊。本来中间最后一个洞。对啊。我看一下。老师，这个靠上去了吗？靠上去了吗？
这两个交叉吗？它不对。对。对，对，少一个啦。对，你左边换到右边，没有啦。你要这个，我这个就是交叉。对对，交叉。这个的力度。好像。啊，我的小品。小品。小品。还爆，你脚还爆。不知道。我给你卖个菜，你加点饭出来，放下来，再来找点肉，哎。但是你一个原则就是每一个人管两分一片妥当啊，卖到到一来呀，又往往。而且刚刚说的那个三十块的，都是这样子。哎，这个就是你要买双手工作是吧？对，双手先做出来，然后对，啊，但是要往下压，有没有到头了？然后再带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比较快哈。专业的作者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啊，但是你初学者就是可以这样出来，或是双手做啊。对，啊，安那做完了啊，带回来的时候就带起来了。哇，你到底还走啊？这样子的话，嗯，没有啦。但是有点米字形，它会怕会跑掉的话。哇，这个安尼，安尼这个安尼，安尼一个看一个看安尼这样子的话，啊，我这里怕它中间会跑掉啊。要做做的比较亮，下面要大一点，上面要小一点。绕一绕。下面要做大一点，做太小，没有太大。他是怕后面，这样感觉我这个做量过掉一点，他是过他绕完之后他这样，他转过来就跟过，所以压的不好。就这样，一个出来。我们小球是不是少一个？一条线有三个球。对呀，是三个球啊。这样。我这个变得很丑，你知道用下面这个太哦，它长不起来了。哎，不会的，你上面这个，所以我应该都会，都可以上面。位置刚好，位置刚好，垫你两倍了。我在你这上面，我下面几三倍，我都垫你，就坐起来，我垫你。刚几点？刚几点？你关是吧，对吧？还是你还没包完就刚包了？还没包完啊！最后是还有一颗。你刚几点啊？你刚最后还有一颗。最后还有一颗吗？你刚几点啊？最后一点啊！哇，这条最后一点，所以你就感觉怪怪。没有啊，来，把你这边这边再摆起来。我还消气，还我都做一盖。我还消气。
没有，我跟他讲，这样子他自己很厉害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教他一下，不然做的不漂亮，因为很难，不会。哎，对，他懂的。咱来报，你要给他报一下，报一下啊，啊，今天中午啊，你来带的，你带啦，没带，来看看啊，是要多久？好慢呐，好报就带啊，报就带啦，不，好来，来头先压出来，对吧？咱是今天去钓。这个酱，把到这个酱去调哈，没关系，哇，把它要破，啊，是吧？一袋，一袋，饼，是吧？一袋，啊，阿妹，阿妹，把那酱去调嘛，对吧？酱去调对吧？对。我做的很漂亮，不要去。没有，因为那个饼卖的不好。好的。加油。有几斤人呢？二十斤。那过来啊，对吧？过来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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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过来。啊，哇！搬搬，一路搬。你修修脸就走了，啊，你就应该知道。啊，你拢，拢会走去修修脸嘛？对啊，爱练。你无练哦。弄个少女，你们那个在，哇，好厉害，不。那你那很消极，你这个叫，我都不够。我们重新做，啊，好，好就好一点。啊，对啊，他没有教育。今天是对，你别看一下，还要怕你去。回到原来的地方。
好，阿先生，我到时候帮你腌一个烤一道什么香料料。二四，好。对，二四。好，来，二四，三四幺八，四四幺八，四四幺八，啊。哇。不管他们。多来多。哇，你好棒嘞！对啊，他在这做一个加肉，加肉，现在肉哈，刚才肉炒完可以，对，炒一个，很容易，因为老炒太快。没有回到原点。哦。所以我会想。不是你不基数点嘛，然后没有回到原点。刚才少了一盘。啊，没有消灭。少了一盘，对不对？少了，对。少了最后一盘。好啊，来吧，包吧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阿亮，你快包住呀！啊，阿你买菜啦？要不要时间？阿买菜啦，等一下我们。我还是山东啊，还是山东，还是山东，还是山东。我还是真这条拢拢个拢个分分的啊，哈哈哈哈哈。是吧？你这都。好，那其他的。加起来是呢，他拿他那个啦，他那个就是啦。如果第五班招不到五个的话，那就算班了，没有规定。哎呀，他们可以，他们学过了就来。他们怕到你们这班，因为你们功力太强。还有，谢谢你。你们功力太强。好啦，伊查到我来滴。我定来讲哈，伊讲，你们几班几班，做完之后丢在这边，我就跟，哎，外表讲一讲就好了。你们讲我真准嘞。很强的啊。你们是我来去加料。加加面料。我在这边打工的，我看你们啊，最牛的。我上次看那个，就跟那个折法的，上次看到的是怎么掉的？不是一样，折法是一样的好吗？外表一样的话，它是大部分，这个我们以前有做过一颗球嘛？啊，有做过一颗球，圆圆的。啊，对啊，那个折法是一样的。不是，也不是一样的，那个要弄。哎呀，就是我给你讲光是那个球跟这个折法应该是一样的。你要过关啊！哎呦，那你放心啦、啊。有操作我就太烦恼了。我们这些老鸟啊，我那个新的我再推荐两个，对吧？他们会进到第几班吗？啊，第几啊？他们
个都没碰过，哦、都是单的。哎，没碰过来，可以欢迎到这边来、啊，让他们吓死了。我老子都无夹，无夹，你都哎，搞嘛好笑。好啊，上好叫新的同学来遮看，看恁的功力，啊。上好更一粒吧。无要紧啦，你们可以装饰啊。你中间那一个洞要怎么装？你要装一个球也可以啊，红领巾要装啊。我是做一个什么动物，把它骑在上面也可以。第一个那个比例哦，那我们得提交什么？那你讲几啊？我讲几啊？啊，奇数点是可以回归原点的啊，偶数点永远没办法。因为只有两个啊，你收几个？我帮你。没有啊。奇数边可以回来哈，偶数边没有办法。那你要做偶数边的，你们要做偶数边的乌龟也可以啊，要绑啊绑带哈。哪有一间？好，一到我后面，你也敢讲，来讲几讲给我听。会啦，会啦。我最想的。啊，对。简单无？简单啦。啊，我讲你讲占平做平，我就做平的。我阿家平做平，一种甲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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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他人都还没做完呢，都做完了，完了做第几季啊？第几季啊？是啊，做第几季啊？做一个很简单的，我今天在网上看到很简单一个简单的题目，哎，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教完。依你的实力，但是我的话十分钟就讲完。啊，两个小时，那你们先来。两条，你这三条，啊，白红没那多，白红黑，熊耳没那多，黑一点点，对，白红黑，黑一点点，黑熊耳那个，你熊耳没那多，但是没有黑的话，放黑你熊没条了，没熊耳，啊。我变多，慢下来再啊。哦，也就是也啊，比较多啊，两个熊耳，两个熊耳。好，你那那大点的，啊，你乌龟一下哈，乌龟哈，他做第二个了呢，我也做两个了。对呀，你看你也做两个，最有兴趣的，最有兴趣的，最有成就，我哪是跟不上？按你的逻辑好，哎，有些人哈、哦、很会做，但是逻辑不好，他就做不出来。搞不进去，再弄掉。哇，你这牛大！这逻辑很重要，这神气怎么做？逻辑很重要。好啊，赶快。我想说，我今天本来要做的猫，但是猫的逻辑也很重要。那你们如果乌龟不会走的话，下一次再做呢？好，它很凶的，很有逻辑。一下那你先借我一点。
我发现，肉色很肉。黑色要整条啊，你看啊。如果有特殊原因哈，都通通都是内板。除非有特殊原因，除非有特殊原因，通通内板啊。然后两个来这边。外板的话，你空间会留。好，红色先做，咱先做红色。老姐的巴掌。你现在有那个成果展吗？好，那你们如果要动态成果展去表演，我也不反对啊。班长带先去。做一做可以给他贡献出去啊。你给贡献1天2天而已。好，没关系，这有东西在就。所以说陈所长，我们这个班级是没办法成的，不然你每天去也可以排班，排班表啊，下一个就对。他上次讲到排班表，太累了。其他同学嘞，可能就算了哈。来，赶快。好，好，你就好。好。再见啊。他说他细带到4-8公分10公分随便你啊，他说就是身体而已。他说是一个巴掌啊。你们一个巴掌刚好，你们一个巴掌刚好啊，我是拳太大拳长啊，女生的手的一个巴掌刚好啊。好，这是做那个汤的灯塔，灯塔那个红色嘛，好来，一个大的，
啊，你要一个一个做好了哈、啊，不要做方，我们等等一下要做一大一小的。熊猴，一大一小，那我们现在做大的熊猴。做起来太大了，熊猴。你熊猴刚刚生出来哦，没得进巴。你的巴掌多大？我们说女生的巴掌刚好。太大了，一条太大了。说我的巴掌太长，太长。这两个熊猴吗？还是一个？这个要做大一点，这个要大一点，好像是这么大小，比较大。啊，一大一小哈，一条太小了哈，一条太大的呀，我一条太小，一条太小哦，再别动啊，真大真大。赶快啦，你单熊耳的做法也是一样啊，绕回来，然后绕过来。好，再来，一样。你这一圈有多长？这边有多长？多长啊？再来，一样。我是一大一小的，我一样一大一小吗？一样啊，三个人位置啊。一大一小。那这边哪个多啊？哈，这一大一个。哈，那谁多啊？哎。大的。大的，等一下有。大的，等一下就要把涂层涂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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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涂没有黑色的，没有吧？有你要用黑色的油底代替这一颗也可以。我现在是用做那个要糊的做法做出来的吧？讲啊，一大一小。好，来，三个呀，没有这个没有熊耳，还有哎，还没，一大一小。对，没有熊耳。对啦，我们多做一个的啦，这个还有一个，再没有吧？你看怎么都没有听的、啊。对啦，没有了，第二个、第三个才是要三对，还硬调，还硬调，还硬调，很紧哈。啊，我话你啊，我是干。好嘞。这样子，我是。再来一个，一大一小的熊耳。你要靠住也可以，因为等一下我要下来。等一下，三个，这很好做哈、哦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，很简单的。你们去年就学过两个很，一样大啊。再来，都一样大。好嘞，把保温料哈，中间这个身体。倒过来。越长一点就好了哈，你要等同等盘也可以啊，同等盘会比较便宜。好，再绕过来哈。好，加你哦。来，绕过来再绕过来哈，转一圈。再来，这边瓦藤，这边瓦藤。啊，转一圈只是要把它锁住而已哈。到这边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了。这样的，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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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重做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因为好像太长了。太长。后面这一段红色的有用。那我这样子会不会太长？更长，哪里？我都刚才讲很长。你哪里说太长？我哪里太长？身体的部分。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，边嘛，边转下去。回来之后呢，叫做。哎，宝宝阿姨，这边卖油，这边卖油，卖油，卖油。继续啊哈，当然我想啊，同座的部分是因为这太长，因为我后面还要留，留在那里。用接的就，然后用接，但是我这样子不会接。用接的，好啊，对。
不接的没关系，就你就做大一点没关系，那他再做一个吗？哈、哦。然后对对对，边坐啊，边坐啊，不要出去玩，旁观看着你，这边坐啊。对，赶快，哦，到了后，搁坐，搁坐，你不要走啊，坐个天，好，好，搁赶快坐，抓住你水，嗯，是的，安尼了，嗯，安尼可以吗？对，后面的部分，后边嘛，头啊头，不行，两本，加油嘛，加油，加油，这个不要炒吗？我加油，加油，安尼，安尼，搁坐来，直接抓住你水，好，可以站了。好，细致，大小一个。还要再绕吗？要再绕吗？要再绕吗？没有没有，啊，到这边呢，没有了哈。这个要送的呀，好，然后这个要接的就好了，这边够接的就好了。你要先我做完，你才知道你们要不要接，好不好？我就说我接的不好了，但是你们要接也可以啊。这里刚好接个接连，很漂亮啊，刚好对两个，三个线的。啊，第二节跟第三节是不做的哈，不是熊耳的哈，第四节、第三节做完之后，一个大一个小的熊耳就做出来啊。把这些这里都搞掉不好呀，都打过龙。啊，你关没有关系，你如果两只手没办法搬的话，你再弹回来没关系啊。直接再弄就好。啊，直接再弄就好了哈。哦，难怪我一直弹回来，技术不好。好，一大一小。啊，一样，刚刚有交换。你搬过来。来，搬过来，还有个。好，大一啊！怎么老是脱掉？技术真的来，绑起来，绑在哪里？绑在这边。绑起来哈。这叫这个这样子。今天他们吹的就不怎么好。练新的，练新的就是很快。啊，回去要练习啊，多多练习。好，回来。好，回来。你们要绑也可以哈，不绑也可以哈。我觉得这个用绕回来就好了。老师说你们太大。好。你再气先把它打到，然后再一把它过来，然后再用它先打到客座家，对呀，这样还有比较好，重吗？对呀，转过来。这条剩下很重要啊，不是骨的问题啊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啦。穿过这个就掉。好，看那个哈。我们就在用弯弓手，我们就在做用弓手，这个不够的。好，一大一小，刚好呢，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哈。来，好啊。对啊，我看看，这个，这是简单看字。对啊，这是咱们要的答案。来，好啊。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我们老。都要是整的家庭啊，就是我按着这头啊，这头啊，还是这个气哈，这个气要留那么多，头也要他留两我跟你后来做那个就是标准的。做完了之后来。好，我们上个礼拜有做那个蜡笔小新跟那个三点水，对不对？他的头开始的做法，他开始这样啊，来，一个大耳朵的一个出来，大耳朵啊，两米半左右吧，好功夫呢，来，好，化解。
我是哦，维修哈，维修啦哈，因为刚刚那个哈，差不多安尼来，一个手掌差不多十二，十二到十二外到十二哈，同款，这两条拢同款哈，啊，你来回忆跟一礼拜安那做哈，哇，真歹起来。没关系，我也有红色，还没有做完，所以我要做红色。不会，你来，
的哈。好，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哈。你要把这个放在红色的上面。好，看一下，红色的就拉过来啊，穿过它的红色帽子来用。好，白色也要截掉了。对，白色。对，白色只要两个而已。好，对。如果说你这气比较长的话，就没关系，我们把补气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多补，多补，多补。来，补补这个，多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帽子最底端的那个白色的尾巴。所以白色也要一个熊耳结尾就对了。对，那个熊耳正方形的熊耳。正方形的，谢谢大家那个熊耳。看一下哈，它留成这样子哈，往那个白色的白色这边靠近哈，白色这边靠近。那还是红色的帽子加白色的球，啊，你要一进要响，就是没力气哈。白色的熊耳链都被拆掉了哈。对。这是非常好做的，所以说越简单的话，你们越要去想象说怎么样呀？你做这种太简单了，是吧？红色太小啊！对啊，我这个红色太小了。你正好有，正好有。哎，对啊，这个。我说你们要去补啊！你们说太短了要去补啊，不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说，这个好了，我留的太短了，我要重做。啊，这个短了。来，他短了，我后面已经红色的破掉太多了。把它绕过来。对，这个把它绕过来。不要绕。你要一个，你要一个小丑鼻也可以哈。但是正方形的话，就要正方形。正方形。我的七彩才你几条我掏啊，就买黑的，我买了。选肤色嘛，不用对不对？不是那个，这个流转下来，我要绑鼻子啊。哦，我麻烦你一下。红色的要留，这样够不够？再长一点，给您发个帽，做那个帽。白色不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鼻子哈，就拉过来，绑在。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的一个
好，来来，点心。阿爷，你今个送来吃。来。阿爷。明白了，干单吧，那不是送给送给小朋友，这是最简单的啊。好，那个大的手部分，那不是双熊耳有比较大的吗？如果你要套黑色的，你要做成黑色的也可以。那你不是用黑色，你用黑圈自己拿涂黑。再来就是鼻子而已，鼻子而已，三个。再来是鼻子哦。鼻子已经做齐了。对啊。你看，啊，真鬼啊！鼻子啊，像真鬼，他摆在后边，这里看着你噻。那我这个怎么？你看，还有一家的菜头，其他都给它弄过去也没关系啊，那你别管呐，是这样的材料啊，好不好？我那个这样吧，啊，你搞的家，黄色是要，黄色是要，你要高满在啊，前面老有歪，要歪掉的，刚歪掉的。我弄起阿那个毛啊，你爱爱。那个白色是为了是那个 QQ 的头啊。我知道，我那个。对呀、啊，那、啊、你红色的，你还没抛过来了，你不是从这边过来的，那白色。那是一个意境嘛，不管了、啊，反正你的呈现就是一个帽子，你要怎么呈现那帽子嘛？那我们简单的呈现帽子就是这样，你要怎么呈现那是你的事啊。啊，无啊，做歪歪。啊，你是做啥的啊？马进马进哈。白色的是把它弄掉。哪一个？白色只有一点点而已哈，那个大熊大熊耳学完之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做鼻子啊。啊，这个再做一点，一个熊耳就把它给撕掉了。对啊。对，是不是？喂。我们这熊耳简单做，就可以送给别人。我在绕的时候，肉色也没有用多少啊，啊，剩下不是要做鼻子用吗？我去擦掉了，该挂啦，你还没上啦，擦掉，对吧？你这条卖，这可以说话是这样，前脚是老板，谢谢，你要一个大鼻子，圆圆的一个球的大鼻子，也我也不反对啊。然后你在做，无啊，你在做安尼切，我是这样打的、啊。好啊，这里面，你来过。你要拿起来看一下，让我打。你好像打到被你勾了，你来先来夹夹，因为无啊，你做正。老师大我你做歪，他拢无好听，做正，他做正的鼻子照出来就好，谁？鼻啊，鼻啊。来。嘿。好看。鼻啊哈，我甲你夹。好，像你这是说，我改一下。好，好。夹完了，为只寸鬼，啊，这边头是这个
好不好？我嫌有钱。哇，你做肉馅有无？你头先做做完了肉馅，出来就开始做平面啊。这样是最最正确的啊！你不要让鼻子很，鼻子越大，显得那个圣诞老公比较可爱啊。那个大一点，我本来想说鼻子不要太大。不管啦、啊，你认为可爱的圣诞老公鼻子大鼻子小，随便你啊。只是说初步的一个结构跟你们讲，哎，你们认为哪一个做哪一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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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哪鼻子做视角的会很可爱，不是很奇怪吗？他做视角的很不会喷你。哇，老师你啊，老师鼻子做视角的，老师鼻子做视角做视角的。啊，对，视角比较、哦、比较捞心啦，捞、哦、心，老实高义，高义的圣诞老公公。老师，老师鼻子。你要买鼻子，鼻子草一条来买噻。我一样就买单，哈、啊。拢会使，拢会使，拢会使，哈。没错，瓶子好漂亮啊。嗯，是的，哎，老师你做细杆。嘿嘿嘿。哎，阿丽也要做细杆，做细杆，阿伯你做，哎，伯伯。哦，还好今天做这个，不然的话你做我要，原来教你们的猫真的是做不出来。我一定做不出来，不用这个。经常就没办法，因为逻辑观念太重。所以我先教这个乌龟的逻辑观念。因为乌龟的逻辑观念比较简单。嗯。来。可以啊。你把颜色。换一下，换咖啡色，不是很好吗？对，白色换红色，等一下，这样更像啊、哦！白色换红色更像。然后上面只要留，大姐上面只要留一个白色就好。然后三角形的部分的两只角啊、哦、是红色，中间那一个大的是白色，就是有像。很像圣诞帽。哇，给简单吧，简单的圣诞老公公啊，那个马上就可以做给小朋友了。用160的三条就可以，两条半。你要怎爱捞出来啊？那我要懂得啊，你要捞几根线？好、哦，那手的部分，那两边的那个大的小耳是要平衡黑色的哈、啊。如果说你没有用黑色来代表的话，那需要大的。大的。啊，这是那个。如果说你要用黑色来代替的话，黑色的气球来代替的话也可以。就是你在折的时候，你做一个小耳朵就好了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再，啊对，那后面再补两个啊，两个，对，觉得你没有必要，那么浪费小朋友。就是简单的，像你送给小朋友，小朋友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。你干嘛还要交代一些不为我啊？那一个腰带还是也是用一个黄色的小球再穿过去，再绑起来而已，还多那一点，对，多一道手续而已。你用的那个必要的话，你就不要。他先投上去，哇、哦，不单单哦，他这种无搞，我还不会打，足简单的物件呢。对，看起来哇，那也厉害。那也厉害，那也厉害。
好，正经啊，把听话，把听听意见哈，把话了得了，是吧？简单嘛，好，可以拍照留言啦、啊。这两今天这两个客户，告别。好，下一次再教一只猫啊、哦。那只猫啊，重那只猫啊，下一堂要做的那只猫，重点在头部。你先走我刚刚为什么要做那么小？是因为要留后面的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其实这样子。可是更这样更可爱啊！小朋友拿到。你要浪费那些材料干嘛？对不对？大枝大枝未必好啊，来这，香菇不会那些。啊啦，水呀、啊，到。大姐讲你无事，我这是乌人的，有无？我是乌人的圣诞老公公。那皮肤晒黑了，皮肤晒黑了。头边后边去，你面条头边后边看面，你面条头边后边。没有，他我一直记得哈，那个这个你把它截白色的第二条，你还是要拉在后面，留到后面再阿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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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不是的，它这个跟我一样，它这个就不后仰，意思是就白色跟肤色不要剪掉的。我那老师是做弯弯啊，哎呀，我买两公里材料，咱剪，你那材料真快紧，哎，对，不错，你材料是快紧啊。不管啦，反正小朋友喜欢就好了。你要送给小朋友，这个是最简单的、啊。接过来，啊，这接不过来那种。又像又甜。接不过来那种。接。接那圆筒吗？啊，接的。接啊，不接把它用啊。我那个可以用啊，可以接那个头啊。啊，不做卡啊。你电管的卡也未做啊。好啊，未做啦。乌龟啊，乌龟啊，乌龟的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开始。啊，就来做完。哎、啊，你要做？嘿啊，我就做完，阿无。好，等下。对啊。黑色的腰带配上黄色的。我配红色的部分好了。但是用化的比较快，我是很稳。难怪的冲鼻出门，鼻较鼻。但是要用160的比较恰当，跟你抠的。你别笑。对啊。一六零。160就可以。160我这是车。啊，我看你出不去。260可以啊。小狗狗，小朋友送的。这个不见了，这个不见了，这个不见了。对。还有个。我们没有，因为你到后面我来不及的时候，我看他整体就。就比较知道怎么。啊，那推的话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推不干单吧，大姐？不干单吧？看他做平面啊。啊，你做起来呀？啊。
你看，之前我以前拢是，啊对啊，你唔做就，啊，拢你甲讲的。唔，我哪有甲你讲？你嘛偷偷偷。你来，你讲，你讲，就是要讲啥？就是啊，你无啊，你讲，你讲。哦，这是最厉害啊！看呐，还落甲你这个头。先杀啦，啊，先杀掉啦，家里头的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小龙一大一小哦。对啊，你是家里一个，家里一个，家里一个。小龙一大一小看。如果你要黑色的球，代替的话，你不把你的大的球放在我们的黑色的话，你能到最后再去抓。但是你在整个过程做一个小龙。对，小熊我在做耶。但是你这个可以另外用的黑色的，对对对，你要黑色的小窗帘，里面短一点啊。黑标以后能进去吗？啊，这种啊，这样子，该怎么用怎么用。那你们要去变化啊。沙雕吧，沙雕吧，做沙雕吧。来拍照，拍照，来拍照，拍照。安内在，安内在，沙雕。沙雕，沙雕，沙雕。我去做沙雕，赶快，赶快。沙雕，沙雕，赶快买菜。啊、哦，那圣诞老公公哈，简易的圣诞老公公很简单哈。啊，乌龟大姐她金马地做乌龟，乌龟的龟壳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呢？我看一下，不对。好，拜拜拜，我喜欢你后边。对啊。正确是这样。对啦，正确的。耐沙条，可以啦，沙条可以。对啊，哎，你这样子。沙条也可以哈。白色因为浪费太多哈。红色因为它要带回去。刚刚就把它，我也不会啊。有没有？我也不会说往上啊，不会，不会往上。没有，它是多了一个后面带了一个白色过来。它会往下，它会像我这样。你把这修细啦，吼，太大粒的啦。你看，伊遐大粒，无这样，无较大粒，比伊较细就好啊。你也修大粒吧？修大粒是太高追啦。有拍的吗？啊？有拍的吗？没有，哎呀，我说你自己要拍自己拍啊，我录影有录，来来来录，来来看一下啊，哎耶，哎耶，好了，进来休息一下，进来。哎呦，还没有啦，都四点半而已，那么紧张。啊，四点半不是？啊，你五点都要吃肉羹。卖个吃肉羹啦，哦。啊，你袂记了你啊？啊，我这边不消息。我还特别今天开准时三点就给提前十分钟开始讲啊。对呀，还有今天才开始讲的。你没有迟到，是我提前讲啊。好，来拍拍拍拍拍，来看谁要第一名了。耶、yeah ！你那个后面的麦老哈等，这麦老哈等的，对，哎，愈老愈等哈，就较不会咸啊。哎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不，最主要是哈，这简单易懂的东西哈，最主要小朋友看到就懂就好了，哎。它不会浪费材料。哎，对啊。啊，时间嘛，袂讲遐久哈。对，我。你要大量做给小朋友哈，送给小朋友，啊，这样的做法是最经济的哈。乌龟。可爱的乌龟哦，那眼睛还要眯眯笑、哦、啊，鼻子，啊，鼻孔，对。大姐，我你翕相啊啦。哎，不错。你做几只？你做哈几只？几片厝啊？好，你来。哎、欸，我做两只乌龟。没有关系啊，做十只乌龟没人管。
有成就感哦，大姐。哇。有成就感哦。哦。哇，老大姐，瓦丽亚。啊，过来了，我刚吃了没货的。有啦，我这一堆。进来，进来，把你的作品，啊，我的作品，来来。我也一直接。来来来来来。来。来来来。我要跟大老师。进来。耶耶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。老师，你要乌龟讨厌到你当乌龟啊！你先不用拿这个啦，先不用拿这个啦，哎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要放这样才知道是乌龟，放这样子，有放这样子，有放这样才知道是乌龟。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啦，今天就录影到这边了啊！大家都很用功，一直在做，有的在拍照，有的在做，耶！今天成功。